金融资本主义导致当今妇女地位极高，女权主义只是外在表象，女权主义者喜欢吹嘘，现在不是拼体力，而是拼智力的年代了。在智力上，妇女不但不比男人差，还比男人强。所以妇女顶起了半边天，迅速提高了社会地位。然而实际上，对于绝大多数重脑力劳动，比如科研工程一线，男人都是绝对的顶梁柱。妇女不但在体力上比男人差，在智力上照样不如男人。妇女地位大幅度提高的真正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泡沫，养活了大量女权主义寄生虫。西洋社会在19世纪末开启了第一波女权运动，试图强行提高妇女地位。这波女权运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，却没产生多大影响。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，让妇女更加依赖男人，女权主义只能是水中月，镜中花。真正大幅度的妇女地位提高是从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开始，那时候西方国家不但已经从二战的废墟中恢复过来，而且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助力下实现了经济腾飞。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导致产能过剩，农业和工业的产能都不仅能满足全民需求，还有大量剩余。社会形态从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到了金融资本主义。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，金融为实业、工业、服务，而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，金融反过来操控实业。麦克斯·韦伯的经典著作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认为，基督新教的禁欲、勤劳和节俭等文化传统催生了西方社会繁华的资本主义经济。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，勤劳和节俭确实非常重要。而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，发达的生产力让许多人从生产一线解脱出来，开始从事各种服务业。保暖思淫欲，富庶生活必然催生纵欲和享乐的价值观。要纵欲，妇女地位能不高吗？中国的情况也类似，只是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迅速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。1950年代到1990年代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，2005年后中国社会就呈现明显的金融资本主义特征。从1950年代当局就不断鼓吹妇女等顶半边天等政治口号，但生产力的低下让男人的主导地位无法动摇。到了金融资本的时代，生产力高，物质丰富甚至过剩。这时纵欲享乐等生活方式也就跟着流行起来，妇女地位自然迅速提高。离金融资本越近的工作岗位，平均工资越高。从行业来看，农业和工业的传统工作岗位离资本很远，从业人员收入微薄。而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大型垄断国企以及新兴互联网企业的某些油水多的岗位，离资本比较近，收入很高。银行、证券、基金、投行以及房地产就更不用说了，那些都是直接从事资本运作的行业，平均收入很高。从地域看，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金融发达，金融以及金融的衍生工作岗位多，工资也高，而小城市主要提供传统工作岗位，平均收入普遍很低。可以注意到，收入越高的行业和地域，妇女地位就越高。一个不到百人的传统行业小私营企业往往盈利压力大，几乎不可能提供养老类型的工作岗位，也几乎不可能在其中混日子。几乎每个员工都是实力派，必须创造利润。在那种小型私营企业，女员工的地位很低，因为养不起花瓶。而诸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金融证券、官僚气息浓厚的大企业以及离资本很近的新兴行业的小企业，主要是享受资本的盛宴。
不但平均收入很高，而且能提供许多混日子的工作岗位。在那些地方，女员工很受恩宠，地位很高。理解了以上这些，就知道妇女地位高是笑贫不笑娼的后工业化社会的奢侈品，是保暖思淫欲的必然结果。不是女权主义导致了妇女地位提升，而是在富裕社会里，人们为了享乐纵欲强行抬高了妇女地位，让女权主义盛行起来。女权主义者喜欢说，北京、上海经济发达，是因为尊重女性的结果。妇女地位越高，社会越繁华，这完全是颠倒因果。就好比有人说富二代有钱是因为他挥金如土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不懂得花钱一样。富二代挥金如土是因为他的父辈给了积累了大量钱财，如果他不收敛，那么终将败光家业。同样的，富裕的社会喜欢抬高妇女来放纵欲望，享乐至上，终将导致社会衰败。说到底，妇女地位高是经济泡沫的结果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。金融资本主义社会里，几乎所有传统价值观都被扭曲。人们会发现勤劳无法致富，要致富要么直接参与资本运作，要么到那些离资本比较近的领域间接享受资本的盛宴。在这种社会里，人们普遍好逸恶劳，充满了投机心态。一个售楼小姐扭几下屁股，撒娇发嗲就可以单日收入过万。以售楼小姐为代表的妇女很容易成为女权主义者，自称独立知性的现代知识女性，去羞辱那些埋头苦干的男人是 loser。 资本主义摧毁了一切传统伦理道德，对人进行了彻底的异化。宗教是最顽强的反资本主义力量，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也力不从心，也被资本摧毁。看看西方的基督教衰败到什么程度就知道了。当一切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被摧毁后，资本将更加高歌猛进，商品拜物教成为唯一的宗教。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死亡，资本主义包含自我毁灭的基因。社会衰败，婚姻家庭解体，人口老龄化是奢侈淫乱的后工业化社会无法解决的困境，最终自行走向末日。一个男人年幼的时候是阴性的，雄性气质不明显，当他变成青年时，阳刚之气就会显现出来，当他进入老年后，又会重新显阴性。人类社会也类似，早期经历过母系社会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私有制出现了，人类进入父系社会。到了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，婚姻家庭大衰败，又显现出了母系社会的样子。女权主义的盛行是一个社会步入暮年的标志，死期不远了。聘鸡司晨，为家之所，阴阳颠倒，乾坤必乱，阴盛阳衰，亡国灭种。人类面对的绝大多数危机，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所引发的道德危机。末世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，只是浅薄愚昧的民众还沉迷于醉生梦死之中，察觉不到而已。